动九斤块当火种引燃原子弹。网络购买含运费一块大概6元台币左右，陆军官校以高屏地高雄凤山地区的夕阳美景红色的房子叫觉民楼，旁边就是一个 V 字形的黄浦湖，从这里看不到，可是16楼居高临下看得很清楚，是一个 V 字形的黄浦湖。一块酒精块可以燃烧12分钟左右，据上一次的经验，足可引燃原子弹。今天共用了5颗原子弹，原子弹，更正，原子弹，也就是这个声音是马达转动的声音，略显吵杂。预计烘烤的时间1个小时。拿走了，拿手，先进去嘛，烤好了，爸爸在叫你啊，你在外面等干什么呢？所谓的原子炭，就是坊间所卖的炭金，无烟，虽然是强调无烟，但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烟味，但是比起木炭来说强了99.9%。
网络上很多的教学都必须用木炭结束引火之后暂行转点燃炭筋，但我用的火种是酒精块，燃烧状况较好。它的动力核心装置是一个手动的八条马达，不需要插电，运转的时间说明书说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因此在烤鸡完毕之后还可以烤牛肉或是烤蔬果，用它所配备的夹型烤网与圆形串烤网来烘烤，下次实作时再拍影片。今天就只烤全鸡，目前的时间已经接近43分钟左右，可能因为火力太小的关系，鸡肉的颜色还不够焦黄，用温度仪来测试。247度，距离拉近一点，318度，鸡肉本身上的温度69度，护铁板的温度，防护板31度，将送炭口的挡风板装上去，好使炉内的温度可以提高，避免进气过大，降低炉内的温度。目前还没有香味飘出，已经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，麻薯弟弟还在旁边痴痴的等。麻薯，麻薯，马达的转轮停止，现在的时间正好1个小时。诚如说明书所说的，马达运转的时间是1个小时，现在需要用手动上发条。马达手动上主发条，重新开始计时，1个小时的时间。今天的检讨，火力放了5块小的碳筋，下次要增加1倍，放10块碳筋。简易温度计插进去很容易，表示内部已经部分成熟，温度超过50度，有微微的香味飘出来。70分钟的时间开始有烟冒出，那是因为
表皮的油开始往下滴落，滴在碳钉上，导致有烟冒出的味道。看火力没有办法持续下去，添加了两块小的碳钉，现在的温度用测温仪来测一下，跌落至145度，现在的时间已经烤了一个半小时，又加了一块新碳进去，总共加了三块碳钉。红色的地方为刚才用简易温度计所擦破的洞，有血水流出，表示内部并没有完全的成熟。鸡腿切掉的骨头部分还是有血水，也证明内部并没有完全的成熟可吃，表皮还是不够的焦黄。现在烘烤的时间2个小时，动力核心的发条转轮已经停止，但是可以闻到塞在机体内的葱、姜、蒜、辣椒的味道飘出来。现在要第三次上发条，第三个小时已经过了6分钟左右，现在可以闻到阵阵的青葱、姜、蒜、辣椒的味道。用测温仪测下温度，77度。84度，86度，
肌肉里面的温度接近54到55之间的温度，刷上一层蜂蜜，让其上色。现在烘烤的时间第三轮的45分钟的时间，换句话说，换算起来已经165分钟，即将接近3个小时。开始有阵阵的香味扑鼻，动力核心的发条转轮已经停止，时间差1分钟，3个小时。肌肉内的温度53度。